新北市政府与网络购物平台合作，推出节能产品优惠折扣。除了有平台各种购物好康，还可以申请新北市政府的补助，像是购买冷气最多可以有4折的折扣。鼓励辖内的店家业者汰旧换新，也为节能减碳尽一份心力。为了协助新北商家落实老旧照明及空调设备汰换，新北市政府特别与网络购物平台合作，提供637项符合补助规范的冷气及照明节能产品。除了有全面83折起的优惠，再加上新北市政府的补助，换购冷气最多可以有4折的好康。冷气有10大知名品牌，第二个高效率的照明的设备，第三个刚刚我们主持人讲介绍的节能设备哈，这个除了东森购物有线上的优惠，我们新北市也提供在冷气跟 LED 上面哈，这智慧照明的这些设备有一半这样的补助。新北市经发局表示，这次与电商平台合作，在线上成立新北市节能家电补助专区，希望能够帮助店家免出门就能够轻松上网选购，又能够赚好康。以冷气为例，商品原价45,900元，在节能专区购买优惠价为39,999元。此外可以申请12,500元的补助，加上满万的折扣金2,000元，以及赠品价值5,000元，总计只要花费20,400元，几乎便宜了一半以上。而如果又含瓜节省下来的电费，可以说是相当利多。所以呼吁业者把握机会，尽早汰旧换新赚好康，同时为节能减碳尽一份心力。记者杨邦友、赵芳琪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